这玩意儿怎么能随便扔呢？妈呀，焦臭！这是真的，一个女孩好不好啊？家里都能看出来。哎，那能行吗？不换鞋，我刚拖完的地。这不是我律师啊，你律师，你皇上几乎他还得会写。你拿我袜子干啥呀？不是这沙发上的，你扔的，我给你收拾屋来着。你笑啥呀？哎，不是我瞅你咋这么眼熟呢？戴个眼镜。上去打你那个人吗？哦，对，哎，哥，你听我解释啊，都是结账的。你啥衣服粘上来了？你觉得我能信吗？我是。我让的。你让他干？你让他打我呀？你我傻呀？你让他。是那个姐的律师，然后那天没办法，律要不师。然徐先生不信我。对于那天的行为呢，我深感抱歉。你贼眉鼠眼，律师。人都给你道歉了，你还要干啥呀？不是，你上回打我，咱不管你律不律师，你上回打我那眼青一个礼拜，你再给我举俩，行，你再给我举。你行了吧？说律师说，咱们进去聊吧。不是，那，哎，我是你男朋友，你也没把我当回事儿啊。如果现在对你男朋友起诉的话，我们的胜率很大。你有病啊！我是她男朋友，起诉我干啥呀？不好意思啊，她前男友。有我现病。在手里是有1500万被他拿走了，多少？先生，安静一下吧。然后1100万我是有纸质的证据的，但400万没有，400万我就有点难拿回来。1500万，然后有400万没有证据，是吧？嗯。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子去录音取证。你建议我去录音啊？对。录音，我想了一下，但是我觉得他看见我肯定有防备。你现在不是有个男朋友吗？不是，你真有1000万？又是他，烦死了。那他。你。不是我一紧张，我可吧，我。